新干线，然后呢要坐一个小时，真的跟东京很近耶，很方便。今天的话，两天一夜，吃到玩到，尽情吃，然后那边有滑雪呢，那我们 go 吧。每个年带着的那个口感是一颗一颗爆出来的那种。好，我们现在上梯，然后新的房间很漂亮。走，右，走，哇，好美哦！这个是柚子吧？真的，这个给阿妈好了。你卖猫咪的，めっちゃ買ってる。哇，我们到了！然后呢，今天我要住的地方就是卡路里的 Prince Hotel West。哇，罗比也是很大哦。那我们 check in 好了 ，Go Go。好，我们 check in 好了，现在要去滑雪的地方。然后呢，这里有 shuttle bus， 所以呢，去滑雪的地方真的很方便呢。然后只有15分钟，太过近了呢，很近。那我们 go go 吧。好，到了。然后呢，今天的教练是台湾人呢。台北的哪里人呢？住新北，是有新北哦。老师，这是我第一次滑雪呢。没有问题 ，OK 吗？哇，お願いします。今天你就跟他一起了，好不好？593，对他好一点。哎，然后滑雪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安全。安全。然后把前面的方块堆进去，沉下去。哈，哦，やばめっちゃ滑る，すごい。那等一下，我们来练习一下，用它来做刹车。我们从屁股，把脚跟推出去。对对对对对。这样子。哦。哇，然后需要刹车的时候才。OK 吗？往前，对，很好，好漂亮哦，但是有点怕怕的。哇，すごい，真的好高哦。客人是台湾人比较多嘛？对，台湾的偏多。やば，なんかすごくない？私超うまくない？楽しい。好，而且风景很漂亮哦。浅间山，不是富士山。日本的小富士山3000多座吧。哦，糟糕！哇哇，太幸福。还好还好，顺顺的，先把速度控制下来之后，慢慢先跑过来。好。对。风景超漂亮的，哇，すごい！小朋友也会呢，耶！なんか楽しい，哇！高速缆车跟刚刚的不一样呢，因为我们要去山顶嘛。哎，你什么困难？这里真的很大呢。不是啊，你才滑半个小时，你就可以上山顶了。不会运动的嘞，可以滑雪。因为像我，我完全不会运动啊。而且这里到处都听得到中文，好，我以为在台湾。你如果有遇到台湾人的话，真的很有安全感。我们等下从山顶一路滑下来，慢慢的走哦。现在上顶，然后真的风景很漂亮，这里
ねえ、本当に楽しいんだけどどうしよう。もう本当に最高ね。毎年来ようや。传说中的妙玉山就在这里吗？头文字 D 知不知道？哇，めっちゃ綺麗。现在下山了。哇，而且这个是最高的地方吗？哇，哦，左右左，哇，面白い。等一下，哇！等一下，等一下，我一下，耶 ！We did it！ 没想到滑雪是这么好玩，真的楽しかっ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哇，真的，现在很饿，所以那我们要不要吃饭好了 ？Go go！滑雪完真的肚子很饿呢，然后呢 ，Hotel East 里面有，짜잔，卡路伊兹瓦格里的有餐厅，所以呢直接可以过来。啊，来了！然后呢，我点的是蛤蟆跟鲷鱼的库尔巴泽，然后呢，这个面包是吃到饱。好，いただきます。不是吃到饱的味道，是高级餐厅里面有的面包呢，超好吃。那我来吃吃看它的阿瓜巴扎，鱼肉真的很厚。いただきます。鲷鱼真的肥的部分跟那个肉的部分的黄金比例刚刚好呢，而且呢，它的酱汁不会到太咸，海鲜的蚝子的部分跟那个蔬菜的甜味都在汤头里面，这个 quality 这个气氛，然后这个风景完美吧。好，我的最后一口，然后呢，我发现我以为海鲜是猪脚，不是，吃这个是猪脚。我没有吃过这么甜的吃菜。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然后呢，等一下我们要ルームツアーだ。楽しみ。哇，すごい！阳光很灿烂，見て、すごい！然后呢，这里什么都有，滑雪的地方啊，还有餐厅啊，还有饭店，所以滑雪完直接过来，好方便。卡路伊扎瓦直接就从车站那里，然后直接 Princess Hotel 直接给你一条龙服务。要泡温泉喽！听说它的温泉是真的很厉害，而且冬天泡温泉真的很幸福，对不对？那我们 go go 吧。你要进去了，客气哦，客气。男生在这边，拜拜。最高，真的気持ちよかった，很舒服。我真的吓到，因为很像台北小巨蛋的感觉，真的很大。而且呢，它有露天风炉，然后呢，前面都是大自然。仅仅只是很冷的地方嘛，冷的地方，然后要热热的泡温泉，然后重点是真的干干净净。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吃晚餐。来日本的话，一定要吃正宗的日本料理。然后呢，它的日本料理也很有名，所以我们 go go 吧。他们这个房子也是真正的日本的感觉。很期待他们的晚餐呢。ね、楽しみ、ごご。好进来啦，然后呢，这个气氛真的很优雅的感觉吧。我们点的是两种，一个是寿司套餐，然后另外一个是北国街道。这个北国街道感觉就像是日本的北方菜。哇，这个是鱿鱼，还有明太子，好像艺术品的感觉吧。いただきます。
我以为这个是小小的芹菜嘛，很感动的味道，每个明太子的那个口感是一颗一颗爆出来的那种，然后这个也是我的爱吧，青菜跟山药的おひたし，いただきます。哇，蔬菜的口感是 shaki shaki 感还在，它的味道是真的微妙的那种。芹菜也是这么好吃吗？它的蛋鱼非常的嫩，而且很有嚼劲，然后外加它用日式的酱油给它炖煮过，被酱油腌过后的那个浓醇香的味道，整体在口中散发。太阳变来了，然后呢，我跟一样不一样，马格罗斯一样，但是呢，青鱼跟鲑鱼不一样呢。这个也是艺术品吧？いただきます。尾鱼的味道是超级浓，然后完全没有腥味，真的很新鲜，而且呢不是很饱的那种，很厚，超好吃。我的厨师终于来了，然后呢，这个是和牛，いただきます，好美哦。这个是柚子吧？在滴油，在滴油。真的。牛肉的甘甜味，然后油脂真的很多，不是那种油腻的那个油脂，是真的好吃的油脂呢。可以吃一个吗？先说这个米真的粒粒分明，而且有甜味，这个是腐发 QQ 的口感，很新鲜，这么好吃。最后的甜点来了，然后这个是冰淇淋加上喜达达吗，然后呢青橘子的草莓是真的很有名哦，いただきます。这么甜，吃了马卡西之后会有那种有满足感，而且很进补耶。耶，真的耶。然后呢我们吃完之后，因为这边是很大嘛，所以我们逛逛一下吧。幸せ。哇，刚刚吃的很饱呢，然后我们回来饭店了，饭店里面有全家，但是呢不是普通的全家哟，是来来来来，你看他的全家有买水果，还有呢里面有お土産咯，然后亲嘴子很有名的水果就是草莓嘛，然后这个是一颗一颗真的很大，但是价格真的没有很贵呢，1580日币其实 OK 耶，15颗耶。然后呢它有金卷子啤酒，哇，那来这里一定要喝一下吧。对，我的宵夜就啤酒配草莓了。那我们回去休息吧。然后呢，现在又是早餐的宝贝，所以哥哥吧。哇，早餐真的很丰富呢。然后呢，它有和系，还有洋系，而且有很多种类，要いただきます。哇，这个不是一般的山药，高档的味道也有。你这个浓油蛋，哎呦！太酷死地了。然后呢，等一下要关机，所以呢，赶快睡一下吧。等一下才有精力来泡了。现在来到家 Prince Shopping Plaza， 耶！你看，后面是
滑雪场呢，所以呢都是同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拿 coupon， 有优惠哦。那我们 let's go go。すいません、外国人向けにクーポンがあるみたい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お願いします。おお、これがクーポンなんですね。わあ、拿到了。然后啊，里面有很多的打折呢，真的很划算哦。啊，早速ショッピングしよう、ゴーゴーバー。然后呢，旅客中心旁边有这个，如果日币不够的话也是没关系，因为呢可以用台币换日币哦。而且呢，带行李也不用担心哦，因为人这种有 coin lock， 而且超大呢，見て，哇，还可以放很多东西，見て，那就可以买爆了，准备买爆了。这里是除了买东西以外，逛街是真的很舒服呢。哎，这里真的很大呢，所以就算没有买东西之外，来这里散散步步、走走也很舒服呢。哇，天气真的很好，太酷！哇，可爱！可以买这个吗？有 coupon 就给你买啊。然后呢，要买5500以上的东西的话，可以10%的免税。然后呢，还可以用这个5%的打折，所以总共是15%的割引吗？超级划算呢！お願いします。所以呢，这家店是5500块日币以上的话，可以打折10%的免税哦。然后呢，加上这个 coupon， 买到11000以上的话，可以打10%呢。免税的10%加上这个 coupon 的10%，所以总共是20%的打折呢，超划算，真的很便宜。然后呢，这个 coupon 是除了买东西以外，吃东西也可以用呢，太厉害了吧！然后呢，就这样，这家店是在地人推荐的餐厅，它的牛肉也很有名。然后来日本的话，一定要吃泡和牛，对不对？所以我们 go go 吧。是吗？哇！被认出来，他拿粉书了，哇！谢谢。我来帮你们拍啊，有订阅哈？有，有订阅一定要多拍几张啊！哎，大哥大哥，你们有没有拿这个？哇，这个一定要拿，这个是打折，然后拿了打九折。OK OK， 你们等一下就可以打开。好，谢谢谢谢。很少，所以呢可以感觉到慢慢的那个牛肉的味道。然后 medium 嘛， medium 是如果很新鲜的话可以做的那种高级的信州和牛，它的肉完全不用咬，整个入口即化，而且它用单煎的那个焦香感并不会让和牛的油脂显得非常的油，而是非常的顺口。お会計お願いします。哇，有打折呢，便宜10%其实就是免税的意思呢。然后呢，来到軽井沢的话一定要买家里的お土産，对不对？然后呢，家里有很多軽井沢的お土産，而且你看有 tax free 呢，所以呢买到5500日币以上的话可以免税。还有呢，加上要用这个 coupon， 这个 coupon 的话如果买到3000日币以上的话可以拿到小礼物。哇，いいね，ゴーゴーバー。大家知道吗？卡路里沢是水果的天堂，有苹果啊，还有草莓之类。这个也是日本人来到这里的话要买东西的一个。这个是草莓酱，然后呢吃冰淇淋啊，还有 yoga 的时候也可以加呢。这个给阿妈好了。
やばいの見て、めっちゃ買ってる。お願いします。このクーポンを使えば何をいただけるんですか？はい。紅茶のプレゼントだって。え、我最愛ね。对呀，我超级爱喝红茶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家这里是除了吃东西、买东西之外，还可以这里休息或者是工作呢。因为呢，这里有 WiFi， 还有可以充电。然后呢，这个是30分550卢比。然后还有饮料呢。所以呢，这里是可以休息，然后工作呢。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然后呢，下次的话可以跟台湾的教练一起滑雪，是很好吃的。卡瑞兹的美食还可以 shopping 呢，太楽しかったら最高。其实呢，2天1夜就可以在卡瑞兹プリンスホテル玩得很充实呢。卡瑞兹はプリンスショッピングプラザ真的很好玩，真的很开心。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请告诉我们哟。然后要不要一起来看旅游？好，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别忘记按赞、按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还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马纳哈喽。然后真的谢谢 Super Thanks 的大家，让我们可以继续拍影片，真的很感谢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所以呢，一定要看一下下面的卡瑞萨プリンスホテル跟卡瑞萨プリンスショッピングプラザ的 URL 哦，大家一定要看一下。それじゃあ、バイバイ。マナ富士山。富士山？哎，这个是富士山吗？不是吧？别啦，不是。那是小富士山啊。阿萨亚吗？浅间山。